下那个我争取来看，因为它有量大。高雄市卫生局于2月19日下午接获云林县卫生局公文通知，寄生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厂出品的辣椒粉检出苏丹红色素，此批产品共计1737公斤，其中流入的高雄市的8公斤流向裕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。高雄市卫生局派员稽查，经查寄生公司斗六厂流向裕隆公司之不合格原料共8公斤。均作为调味之用，已于今年1月至2月初制成虾味鲜香辣口味。高雄市卫生局责令业者通知下游紧急下架，并通知全国各县市下游通路商下架。高雄市也展开市售端稽查，下架共回收1236包。消费者倘购买，有效日期为2024年9月8号至2024年10月2号之虾味鲜香辣口味，请持发票及产品向原购买商提出退换货。